让我们欢迎最受欢迎男歌手刘宇宁，有请。刘宇宁在2022年兼顾歌手、演员双重身份，参演的多部热门剧集都受到好评，同时多部影视剧集也都献唱主题曲。无论音乐直播、演戏还是综艺，他样样交出优异成绩单。同时呢，在盛典之前，我们在微博“东方风云榜”话题也发起微博网友期待舞台的互动，微博网友推荐值最高的舞台就是刘宇宁的这首《盗梦》，祝贺刘宇宁。是。我们也看到了您在现场亮了起来哈、啊。其实小宁呢有多重身份，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。今天作为歌手小宁有什么特别的感想，想要和现场的歌迷朋友来分享？就是特别感谢东方风云音乐盛典，然后给我这个荣誉，然后也感谢我们动感101，谢谢 SMG， 然后谢谢我的这些粉丝，还有听过我歌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当然在这个30周年能够拿到这个荣誉，我当然非常非常开心，希望接下来30年我们东方风云音乐盛典能给大家推荐更多好的作品、好的歌手。我们也期待你多多来做客，带来好作品、好舞台。谢谢，谢谢小宁，谢谢，请稍事休息，接下来我们继续。